区中出生，出生怎影响出身，出生怎谱写基因，基因怎么真可分配了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，你与我会否甘心，一种鲜花怎么生在附近，风景怎影响心境，心境怎么区分，与环境可倒舞一切个性，际遇又令你爱哪种饮品，什么种子造就哪种人，哪种面貌无缺陷，现在命运是谁馈赠，用什么标准标记各种人，你今日又被评为哪人，喜不喜欢这个身份，Pen's a pen, a man's not only a man. 怎样分系乜型人？乜型人会变乜人？系 you are what you eat， 定系 what you want？ 还是 where you come from？ 最后只想 to be a better man。九型人格边一格最开心？我们是哪一种人？有冇得翻身？童年身心转身发现格式，脱下校服再次脱下真心。什么水土更严哪种人？才过人，道别幸运是谁责任？谁有责任？用什么标准标记各种人？你今日又被评为哪人？想不想改一下身份？是什么出身都要有心。